Gadepala, Gadepala, Shang, Gadepode, Sovaha. Gadepala, Gadepala, Shang, Gadepode, Sovaha. Gadepala, Gadepala, Shang, Gadepode, Sovaha.Gade gade bala gade bala shang gade bodai sovaha gade gade bala gade bala shang gade bodai sovaha gade gade bala gade bala shang gade bodai sovaha.Gade gade bala gade bala shang gade bodai sovaha。好，请大家合掌跟我念：云何得长寿？金刚不坏身。复以何因缘？得大坚固力。云何于此经？究竟到彼岸？愿佛开微密，广为众生说。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南无奇缘会上佛菩萨。好，诸位善知识，首先让我们共同发起无上的菩提心，为一切如母有情速速地成就无我的智慧。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金刚经，大家看经本的善现其请分第二。昨天呢我们已经讲到了长老须菩提呀，在大众之中请法，称赞如来，稀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那么善护念，善护主啊，对于修行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其实金刚经呢它是直截了当的呀。啊，佛陀说八万四千法门呢无非就是啊说去妄想，但须希望，何用求真呢？哎，那么《金刚经》呢，就直接告诉我们呢，要破我人事相，破呢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就可以知了成佛。哎，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须菩提尊者呢问了两个很具体的实修的问题。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那么本经的正中分呢，其实可以分为两大段落。那个善现其请分第二，一直到呢第十六分呢是前半部分，第十七分到三十一分呢是后半部分。哎，那我们看看呢这个问的问题啊都差不多相近，但是呢
前面半部分呢主要是讲破四相，后半部分呢讲破四见。所以前半部分呢就问说，发菩提心以后啊，因云何住，云何降伏啊其心。后半部分呢就问云何因住啊，发了菩提心的修行人呢，云何因住，云何降伏其心。前半部分是为了破人我执而说，后半部分呢是啊为了破法我执而说。前半部分是令离相，后半部分呢是令离念。前半部分是属于般若道，后半部分呢是属于方便道。前半部分是解脱道，后半部分是菩萨道。那么这段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呢，请问世尊啊，大菩提心呐、未曾发起，因令发起，要真正发菩提心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已经发起以后，我们应当怎样子使我们能够常时安住于菩提心呢？在修行道路上面会起种种的烦恼妄想，那么怎样子才能够消除烦恼，以降伏其心，降伏自己的妄心呢？对于真正想修行想解脱的人来说啊，这是至关重要的。在菩提道上呢，要真实面对的两个问题。那么我们详细一点说呢，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发菩提心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真正的念念上求佛道，心心下化众生呢，这个就已经是性位菩萨了。已经发心以后，如何在菩提道上保持我们的菩提心不变质呢？要怎样子才能够安住于菩提心，真正做一个菩萨恒德，不至于退堕到去做治疗汉的小圣，更不至于堕落去做凡夫和外道呢？所以就问了，因云何住？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发心以后怎样克服内心之中的各种妄念呢？怎样子来转化内心之中的种种颠倒呢？怎样来洗涤内心之中的种种惑染呢，迷惑染污呢？所以就问了，云何降伏其心。第二点我们要明白，这个两个问题呢其实也是互相关联的啊。如果能够常时安住于菩提心，就不会为种种妄念所动呢，而妄心呢自然就会被降伏。妄念之心果真被降伏呢，就不会被凡夫外道和小圣呢的法所诱惑，而能够呢安住于菩提心。其实这个两个问题呢，我们换一种方式来说呢，就是问如何摄受长养无分别心，如何长养无分别心，如何开显自己的真心，如何降伏遮遣有分别的妄心。那么善男子善女人呢，在此经之中啊标准很高。我们读观经都知道啊，观经三福呢，净业三福说，一则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个呢是人天圣的啊，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呢、二者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小圣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呢。三者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圣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呢。在金刚经之中呢，善男子善女人就是指已经真正发菩提心的行者，就是呢善男子善女人。
六祖大师啊，从自性上来解说，就说呢，善男子是正定心，善女人呢是正慧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我们都众所周知了，就是指无上正等正觉心呐、啊，其实就是指圆满成佛发圆满成佛的心呐、啊。阿罗汉呢，他已经证得了正觉，就不同于凡夫的不觉和外道的邪觉。但是呢，阿罗汉是侧重于自利呀、啊，所以呢，他是偏等正觉；菩萨呢，他能够自利利他，所以是正等正觉。但是菩萨呢，福慧功德没有圆满，所以是有上正等正觉呀、啊。唯有佛陀呢，才是无上正等正觉。哎，《大智度论》上呢，龙树菩萨说：“从因自果，有五种菩提，一发心菩提。”就是指十性位，二福心菩提呢，就是指三显位，十住十恒十回向，三明心菩提呢，就是指登地以上啊，初地到七地，四种呢就是初道菩提啊，就是指八地，哎，到十地，哎，那么第五呢就是无上菩提，也就是指。究竟圆满的如来果位呀、啊。那么如果我们看这句经文，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果从能发心的善男子善女人来说呢，是属于第一种菩提，发心菩提，如果从所发的心来说呢，是属于第五啊，欲证得无上菩提。那么要圆满成佛，其实就是说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怎么样子才能够迅速圆满成佛呢？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如何能够时时刻刻与真心本体相应，能够安住于菩提心；第二个呢，修行道路上面的妄念如何降伏。哎，《华严经》中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他每参访一位善知识的时候呢，善财童子啊，必定呢会向善知识请法说呢，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云何学菩萨恒修菩萨道。哎，那善财童子这个提问呢，就是与须菩提的提问是相通的啊，也就是问怎样子安住菩提心，怎样来降伏妄心啊，这个呢其实也就是修菩萨恒的具体实践。哎，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如来赞许。佛言：善哉善哉，须菩提，如汝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汝今谛听，当为汝说。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那么呢，释迦牟尼佛啊，就夸奖舍利弗尊者说呢，说得好啊，说得好啊，须菩提啊，是像你所说的一样啊，如来呢能够以最殊胜的护念方法护念诸菩萨，护足诸菩萨。那么善哉善哉呀、啊，第一个善哉呢是赞须菩提的大智慧呀、啊，赞其呢善切如来本心，释迦佛数十年以来视线尘劳啊，默默地护念诸菩萨，护足诸菩萨，以身教呢来开示佛不住佛相，佛呢无我相，无法相，无非法相。但是呢，几十年之中没有人看得出来呀，独有须菩提尊者呢看出来了啊，所以呢称赞他善哉，是赞其大智慧呀。第二个善哉呢是赞其大慈悲，赞其呢能够代众请法呀。释迦佛他的苦心呢，就是要能够让善男子善女人呢要发心
学般若法，佛法大海，唯信能入，唯智能度啊。只有真正的拿起了般若空性智慧的宝剑，才能斩断生死轮回的锁链呢、那么现在呢，须菩提啊，他能够带众请法呀，来完成如来的本愿呢，所以呢，赞其善哉啊，称赞他的大悲心呢、那么，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啊、就是呢，如来呢就是以这样子的身教来护念诸菩萨啊、使众生懂得如何呢，在日常生活中善护念。那菩萨呢也可以翻译为觉有情或者大道心众生。在守楞严经上说呀，自为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是。这个自为得度，这个得度呢其实是指没有圆满成就啊，并不是指说他还没有还没有进门，或者说还没有基础，不是这个呀只是说呢他没有真正的圆满成就，但是呢他要帮助众生先成佛，自己呢才实现成佛，这个是了不起的菩萨发心呢。汝今谛听，当为汝说。谛听，谛呢就是真实啊，就是要很专注地来听，要一心一意地来听，才能够呢得真实受用啊。有人曾经写信请教印光法师啊，说我们要学佛要得解脱啊，到底有没有什么秘密的方法能够快速成就呢？印光法师说有啊，就是沉静二字，有一分沉静则得一分利益，有十分沉静呢则得十分利益啊。那这个谛听呢就是自诚恭敬呢、大智度论上说呢，听者端视如可饮，一心入于语义中，踊跃闻法心欢喜，如是之人方可说。这个呢是闻法的根器。发了菩提心的人呢，应如是住，如是降伏其心。应如是住呢，就是如来视现凡夫啊，视同于凡夫啊，着衣持钵弃食啊，起足趺坐而坐啊，这些视同凡夫尘劳之相呢，这个就是无我相啊。不着意于说法已尽呢，以身教呢来说法，这个呢就是不着法相呢，又能够呢时时来示现，这个呢也是啊亦无非法相啊。所以呢，一切善男子善女人应该如我释迦牟尼佛不住相而住，无住而住啊，是真住。但是呢，凡夫呢，他不是住于相，就是住于非法相啊，不是住在有边，就是住在无边呢，或者呢，就执着于外境实有，这个住在有边呢，所以呢，迷惑颠倒，造种种恶业呀，感受苦果，或者呢，灭相取性。呢住于空一边，都是不究竟的都是呢没有圆满见性的所以呢，善男子善女人要能够在如来穿衣吃饭的视线之中来体会有无二边都不住，两边不着的妙理，来降伏妄心。唯然世尊愿要欲闻须菩提就回答说呢，是的，佛陀，我们都很乐意呢来听闻佛陀开示
演扬般若妙法啊。愿要欲闻呢，就是愿闻要闻欲闻，愿闻呢就是真正呢向佛学习，要学习佛陀在日常生活之中呢，不管做哪一件事情都是无上智慧，穿衣吃饭都是无上智慧，同样的，我们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不管从事哪一个行业，都要呢都是无上智慧圆满德能的显露，都是无上智慧的妙用。我们呢愿意听佛来为我们说明用功的方法啊，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闻欲闻啊，其实这个三层呢都是一层比一层深呢啊，愿意听就不如喜欢听啊啊，所以要闻呢就是喜欢听，喜欢听呢不如我很渴望听到啊，欲闻呢就更深啊，更深一步了啊。闻呢是指闻思修三会里面的闻会，不是一般的闻言，不是单单听这些语言，而是呢能够得意忘言，能够呢真正的向内去觉照自心啊，消归自性，打开凡夫的心结而开悟，否则的话呢是不得利益啊。如果不在心性上下功夫，不管我们听多少佛法呢，都不过是知识和概念的累积啊，不得受用啊。那么就会变成表面上是在学佛法，实际上呢内心之中并没有改变和提升，搞的呢还是生死轮回。所以这个是关键呢、啊、为什么我们有一些学佛很长时间觉得还是烦恼依然，没有真实受用呢？因为一开始呢我们这个方向就没有正确呀、啊。平时凡夫众生他一直是向外看，向外求，有种种的欲望，追求名，追求利啊，追求种种的物质享受，迷惑颠倒。那学佛以后呢，要把这个向外求转为向内看，向内觉照自己的心，向内呢来看自己心智模式之中的盲区，然后呢改变它、不要让自己每天的生活都是跟着感觉走，不要让自己的生活呢被情绪所主宰，而是由智慧和慈悲来主宰，这样子呢才是真正的求解脱道啊。所以呢这个是愿要欲闻啊，然后呢是大圣正中分第三。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学佛的人呢，不管是修学哪一个法门，他的宗旨目的呢都只是去妄念而已啊，但尽妄缘即如如佛，狂心若懈歇即菩提。那么我们就可以明白金刚经为什么历代以来这样子备受推崇呢，就因为本经呢它教导的方法呢是非常直截了当，一针见血，教我们在一切境界上不能执着，在一切心上不能执着啊，也就是呢教我们在一切境界之中能够做得了主，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在一切情绪反应之中，在一切心念之中都能够做得了主，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受者见，就能够呢破人我执，破法我执。所以说呢是应如是降伏其心、接下来的经文呢就是属于发心菩提了，属于呢告诉我们首先要真正的发菩提心，度一切众生，度九类三界众生都圆满成佛，入无余涅槃、我们看经文，
所有一切众生之内，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这一段经文的主题呢，就是要发菩提心，度无量众生成佛，而同时呢能够离相。这个是属于五种菩提里面的第一种发心菩提啊。那这个发菩提心呢，可以分为愿菩提心、恒菩提心、圣意菩提心，那么三摩地菩提心和六大明点菩提心等等啊。还有呢更广泛的开眼，比方说大圣经庄严论，我们学过了哈，上面就把菩提心分为22种菩提心，我们把它归结起来呢，也就是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世俗菩提心里面呢，包括了愿菩提心和恒菩提心。没有见性，没有登地呢，没有证空性呢，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圣意菩提心的。所以呢，我们能够修的呢，就是世俗菩提心，要先发呢愿菩提心。这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要发愿菩提心了，要愿令九类三界众生成就无上佛果。这个呢是修大圣的基础啊。最初呢就是要能够发起无上菩提心，因为菩提心就是我们的真心，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如妙心。所以呢一开始就发无上菩提心，唯成佛道而学佛，这样子呢就是趁性起修啊，就是呢以不生不灭的真心为本修因呢、经典里面呢，金刚经里面把一切众生呢归纳为九类三种差别。第一种差别呢就是受生的差别，有四种，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啊，这是受生的差别呀。第二种是依止的差别，依止的差别呢有两种，也就是有色依止是指欲界和色界众生，它这个有一个色相啊、色身呢、做依止那么欲界众生呢是粗重的五浊这个五蕴呢形成的这个色身，而色界的众生呢它是个光明身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无色依止那么我们这里面讲的呢我们看经文上面所讲的，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这个呢是属于受生差别。然后呢若有色呢就是有色依止若无色呢就是指无色界众生呢是无色依止第三种差别呢就是境界差别境界差别。那其实呢后面的这个三种呢都是属于无色界若有想，若有想呢是指无色界的空无边处天，实无边处天是有想有情所缘之境境界差别的第二类呢是若无想，是指无色界里面的呢无所有处天，是无想有情所缘之境呢这个无想呢它是无有初想，但是呢仍然有微细想这个响运呢暂时呢辅助了还是呢但是呢还是有微细想境界差别第三类呢就是若非有想非无想，这个是指无色界呢最高处的非想非非想处天
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实呢，看起来这里面啊，虽然说是有九类众生，实际上呢，还是指三界众生呢。概括一切有情而无余啊。佛经之中呢，说众生的差别呀，有一些呢是要让人能够明白轮回的道理，所以呢就说六道众生，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有一些呢是要让人明白呢十习因六纠啊，那个六交报的这个道理呢，所以就会说十二类众生。我们看《首楞严经》第八卷呢，上面就讲到十二类众生。那《金刚经》里面为什么说九类众生呢？它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它是重点来说无色界众生的。因为《金刚经》呢，是让我们直了成佛、断惑证真的妙点呢。所以呢，破除了欲望的障碍、色相的障碍以后呢，更重要的呢，是要能够破除知见的障碍呀，要能够呢真正的树立空性智慧的正见呢。所以呢，重点的把这个无色界天呢给它分得很细啊，分得非常细。若卵生，这个卵生的众生我们知道了，是啊，比方说鸟啊、鸡啊、鸭啊，这些呢都是从一个蛋里面呢出生的有情呢、啊、还有那龙王啊也是属于卵生呢、那个广东那边这个肇庆呢有这个龙母庙啊，几个省的人都去拜啊，他就是那个生的那个蛋呢、啊、劈开来就是五条龙啊。但是呢，人当中呢其实也有卵生的啊，比方说格萨尔王他是呢卵生的啊，他的母亲呢是一个女仆，然后呢因为生孩子呢就没有去主人家去干活呀，主人不知道就很生气，拿着一把刀呢就跑到他家里面呢，拉开那个被子呢就发现里面有一个大比那个鸡蛋还大的一个很巨大的一个蛋啊，一个东西，拿起刀了就砍，一砍破呢，那么就有三个小孩子哈、啊，是格萨尔王三兄弟呢。还有呢，我们看虚云老和尚的传记呀、他刚刚出生的时候是个大的肉球，然后呢，用刀把它剖开来，就有个小孩子，这个据说呢是八地菩萨示现在人间呢，他会出生的时候是这样子一个肉球，若胎生，那人呢一般都是胎生呢、啊、还有呢牛羊马等等呢这些动物啊，这些也是呢属于胎生呢、啊、那个俱舍论呢、啊、上面也说到呢，恶鬼道的众生呢大多数呢也是胎生。若湿生呢，夏天的时候这个很多的虫类它是属于湿生呢，我们用夏天的时候用一个潮湿的一个盆子扣在地上，第二天一翻开来里面就会有虫子，那个呢就是湿生呢。人类呢也有湿生的，人类啊是胎卵湿化四种形态都有啊，比方说呢小圣的经典上面讲阿洛律啊，他那个脚上呢就生出七个小孩子，这个是属于呢湿生呢。若化生，极善的，比方说天道众生呢是化生的，极恶的地狱道众生呢也是化生的，还有我们能够超出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呢也是化生的，也有化生的人呢，比方说莲花生大师啊，那么他是在一个大莲花里面化生出来的呀，而且据说每一个月的初十，如果念他的祈祷文的时候，他会骑着白马来巡视人间加持众生呢。
那么呢，这个是属于受身的差别，受身的形态啊。啊，这些九类众生呢，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大圣的涅槃呢，有两种，一个呢是有余涅槃，那就是指已经断了知末无明，也就是已经断了见惑和思惑，但是呢根本无明未断，所以名之为呢有余涅槃。第二呢是无余涅槃啊，就是已经究竟的断尽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啊、知末无明根本无明都呢彻底断尽了，所以呢名之为无余涅槃。其实呢就是指究竟圆满成佛的果位呢才叫做大圣的无余涅槃。小圣说的两种涅槃呢有不同呢，小圣呢说有余一涅槃呢，是指虽然说已经断了见思惑所作已办了，但是呢这个身体还在呀啊，还有这个苦报身未尽呢，所以叫做呢有余一涅槃。他已经是阿罗汉了，但是呢他这个色身还在，这样子呢有余一涅槃啊。小圣的无余一涅槃呢是指所作已办，犯恒已立，灰身灭智，不受后有啊啊，这个苦报身也没有了，这个是小圣的无余一涅槃啊。当然了还有呢，对众生来说呢它是性净涅槃，自性清净涅槃。然后呢我们说佛菩萨呢他是无住涅槃，以大智故不住生死，以大悲故呢不住涅槃啊。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灭度灭呢就是灭妄想灭烦恼灭分别灭执着啊，度呢就是帮助，哎，全心全意地帮助一切众生直至成佛。所以我们要知道佛度众生呢是给一切众生做真善缘而已啊，佛把事实真相和修行正果的方法告诉我们，真正的修行解脱呢要靠我们自己在心地上下功夫。发菩提心帮助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成佛，但是呢不能够着相啊，如果一着相呢不但不能够度别人，连自己也度不了啊！因为着相的话，就还是凡夫啊，有我人事相啊，那么呢，还自己都还在轮回之中啊！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大悲呀，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呢是大智啊。悲智双融就能够呢得到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的呢佛果。无量无数无边众生呢所能言经呢上面呢讲十二类众生的时候就讲过啊，乱为想生，随妄想而受生呢，所以这个胎卵湿化这个四种受生呢，如果消归自性来说呢，就是那些妄想习气非常重非常顽固的知见转不过来的呢，这些就是卵生呢卵为想生呢可以说呢无明包裹呢被无明层层裹住了，这个呢就是心理上的卵生呢。这个情感很丰富或者说很执着，这样子呢爱欲所浸泡呢，这个是胎生呢，胎因情有啊，有感情然后呢有胎生呢，思与合感化以离应，思生呢就是与境与境界相合啊，就有思生呢化以离应呢就是与境界相离呀舍旧去新，离开这种境界去到那种新的境界呢就是化身呢，好像极乐世界的众生呢也是化身呢
乃至于呢非有想非无想啊，这个呢其实是指非想非非想触天这一类的修行人呢，他的定力已经很深了，功夫已经相当好了，但是呢他没有真正见性了，菩提心没有现前呢。这个时候如果有善知识能够启发他，他就能够开悟啊，所以呢必须要亲近善知识来启发他，来打破无明，使他呢悟过来啊。比如说有一位禅人呢，有一位禅和子啊，去请教赵州禅师啊，他问赵州禅师说呢，一物不将来时如何？赵州禅师就回答说，放下左。这个禅人就觉得很奇怪，他没有理解呀，他说一物不将来，放下个什么？赵州禅师还是说呢，放不下，飘起去。那么这个禅人马上就言下大悟啊，他悟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个一物不将来呀，这个公案里面一物不将来呀，就是说呢有也无，无也无啊，他的功夫已经很好了，他是非有想非无想了，但是呢他就卡在这个一物不将来这个非有想非无想的这个关卡里面了呀。所以呢赵州就点化他说，放不下，飘起去，马上呢就让他啊突破这个关卡了。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度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呢，这个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要修无生无得，无众生可度，无佛道可成，而又能够呢时时度化众生，念念上求佛道。这个无生无德的妙理要如何来修呢？五义作观啊，有五种观想。第一种呢就是缘生，一切众生都是四大五蕴假合，当体即空啊。众生呢、就是众缘和合，假名为生。这个名词呢，其实就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空的，这是一个虚幻的啊。众缘和合，假名为生，叫众生啊，是相有生灭，体呢不生不灭呀。能够这样子的话呢，修缘生呢就能够有平等心了，一切众生啊，动物也好啊，其实呢跟人一样都是缘生呢，都是四大五蕴假合啊。那么第二种观修呢就是同体啊，我与众生相虽有别，体性呢相同。如果我们见有众生的话呢，就是自性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第三种方法呢就是本寂。所谓的众生呢是众缘和合假现的一个身相，自性本体呢其实是无生呢、本来无生，那当然就本来无灭了，哪里有涅槃可得呢？所以是本寂呀。第四种是无念，见有众生，见有众生得涅槃呢，都不过是我们的妄念分别，有念就有思想。所以本经里面讲呢，要离世见呢，见就是念头啊，那这个离世见呢，就比前面讲的那个离世相呢要微细得多了。如果妄念没有了，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呢、相虽然在呢，但是不碍事啊，不会妨碍我们呢啊。第五种观修呢就是平等，平等呢就是从体性上来看一切众生呢，与佛的体性
都是平等平等的呀。所以从体性上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当然从相上来说呢，有天壤之别了啊。但是从体性上来说呢，是平等平等的呀。所以说平等真法界，佛不度众生。总而言之呢，性真实，相虚妄，欲成无上觉，当证真实性。所以我们关键呢是要能够证真实性呢、啊、所以我们说发起无上菩提心呢、啊、关键呢，因为这个无上菩提心就是我们的真实性、所以十地经上说呢，如群风一密，我等亦如是，愿闻甘露法。譬如蜜蜂啊，采百花而成蜜，既成蜜以后呢，依蜜而活命。同样的呢，菩萨修行亦复如是啊，修集六度万恒的种种福慧资粮以证真啊，能够呢证真实性呢、啊、既证真实性以后呢，依真而住，依真而修啊，悟后起修是真修。而这个金刚般若它的殊胜地方是一下手呢就叫我们发菩提心，一下手呢就叫我们依真而修。何以故？须菩提，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个呢是讲菩萨心呢无四相，有四相呢就有分别心呢，有分别心就是凡夫，不是菩萨了啊、迷信见相啊，离相见性。这个离呢不是离开啊，是不执着啊，不执着的时候就能够在一切相之中直了见性呢、啊、在这个生灭的妄生之中呢能够见不生不灭的真性呢、啊啊、我相呢就是执着于有个我能度众生，人相呢就是执着于有彼为我所度，这个是人相呢。众生相呢是执着于有能度有所度啊，所以呢能所相对呀、啊、宛然存在呀、啊、众生相啊。受者相呢是执着于有法相受受、我要度众生呢、啊、我教他一个法呀、然后呢恋着不舍啊，犹如命根呢、这个呢就是受者相了、如果有四相的执取呢就会升起颠倒之心呢。太虚法师呢他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如果比如呢每个人都自称为我，这个就是我相呢，我具有我的人格呢，这个是人相呢，我是属于众缘和合而生的啊，是众生相呢，我的寿命呢一期，这一期呢会有几十年乃至于上百年存在于这个世间呢，这是寿者相啊等等都可以说得通啊。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呢就有烦恼痛苦啊，就有分别执着啊。世俗弟子中呢要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圣义弟子中呢不应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啊，不可以有呢这个四相的执着。为什么？因为有这个四相呢是因为执着于实有啊，认为有情实有，然后呢才会去分别这个四相啊，这个是凡夫的执着啊。有这个实执就有颠倒，就有轮回。唐朝时候啊，安史之乱以后呢，那个唐代宗啊，他呢有一位国师呢是不空三藏法师，那么经常呢应皇帝的引请呢进宫说法，那么当时的皇帝呢信一个宦官叫于朝恩呢，
有一次呢，那么不空国师正在跟皇帝讨论佛法呢，这个于朝恩呢就跑过来请教啊，请教国师说，国师啊，弟子呢喜欢每天读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读到上面有一句要不理解啊，想请国师呢为弟子解答啊，是哪一句呢？就是普门品上说有黑风啊，如果有人去入海财宝啊，黑风吹起船房，飘堕罗刹鬼国啊，念观世音菩萨呢就能够免离罗刹之难呢、啊、弟子要请问题呢，什么是黑风吹到罗刹鬼国去呢？这个国师啊马上就很严厉地回答他说呢，你不配问这个问题，然后不理他，回过头呢跟皇帝说话去了。哎呀，这个于丑恩呢就气到这个脸都黑了啊，说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你竟然说我不配问你这个问题，很生气。那么过了一会呢，不空国师就回头看他脸都黑掉了哈，回头笑一笑就跟他说呢，啊，刚才呢你就是被黑风吹到罗刹鬼国去了啊，因为你有我相啊，啊，有实质啊，啊，所以呢就起了嗔恨心呢、啊，起了嗔恨心呢，就是被黑风吹到罗刹鬼国去了呀，嗯、啊。那么其实我们要知道呢，四大本空，五蕴非我啊，能够看到所有的一切相呢，通通都能放下，因为知道都是虚幻的呢，啊。都是空花相呢、啊、能够通通放下呢就是修行呢、啊啊、所以对于认为万法是实有这种执着呢，是我们解脱道之中啊最大的障碍。如果有四相的实质，就不能够呢不可能证得真正的佛果、啊、入菩萨恒上祭天菩萨开始说呢，非生非异生，非合亦非离，彼无少时故，有情性涅槃。这个是破我们的人我执啊，一个不特切罗我啊，不特切罗速取去啊，一个修行的有情众生呢 啊一个不特切罗我呢，它既不是身，也不是身外的法，也不是呢与身合合，也不是呢离身而有，无有少许实在的法可得、所以呢有情的自信呢就是涅槃，所以说呢性即涅槃啊，有情的体性呢就是不生不灭。那我们呢通过这个辨析呢就能够知道啊，本体啊体性呢就是不生不灭，生灭呢是虚幻的相啊，所以呢当然也就不存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啊，因为有实质呢才会分别这个四相啊。总结起来说呢，发菩提心的菩萨呢不但要有度众生的大悲心，还要有般若妙智慧，以这个般若妙智慧呢在悲愿度生的实践之中能够彻见呢自他空寂，无我人四相可得，也就是呢降伏其妄心，度尽众生而无所度啊，是降伏常见。虽然无所度而常度众生呢，是降伏断见。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是不着于空。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呢，是不着于有，度众生是大悲，不着度众生之相呢是大智，空有双潜，悲智双运，不落二边，是名为呢菩萨、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第四分，妙恒无住分第四，这一分呢就是指福心菩提。前面呢说明了不住于相呢
无住而住啊，是正住啊，啊，大圣啊，正中分第三呢，是讲降伏其心的方法呀。我们度众生成佛而离相，啊，那么这个降伏凡夫万心的实修方法呢，在这个第三分里面呢，就有具体的实践方法，就是要呢能够具足四心啊，广大心、第一心、平等心、不颠倒心。广大心呢，就是菩萨普度一切众生啊，是度三界九类一切众生呢。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这一切众生呢，都要度他们，这是广大心呢。第二个呢是第一心，第一心呢就是令入无语涅槃，叫啊，乃至于度到等觉菩萨都还不够，一定要呢帮助他们圆满成佛啊，这是第一心呢。第三种是平等心呢，灭度无量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正如维摩经上所说的呢，一切众生毕竟空寂，不复更灭，众生如是，我亦如是，既不复更灭，故实无众生得灭度者。一切众生呢，他本来就性质空寂呀、啊，本来性质空寂，不过是启发他，让他明白他本来性质空寂，让他能够实证自己性质空寂。所以呢，他是本来就毕竟空寂，所以呢不复更灭，当然就实无众生得灭度啊，这个是平等心啊，平等真法界，佛不度众生啊。第四种呢，就是不颠倒心，就是菩萨能够不着四相。